朝雾码头，日月潭有朝雾、水社、伊达邵和玄光寺四个码头。朝雾码头是指鱼池抵达日月潭后的首座码头，现已鲜少使用。然而，每年的永渡日月潭都是从这里出发的，这里也是迎接日月潭晨曦与晚霞最好的位置之一，碧波青烟，美不胜收。